哇，被太阳一抖的头罩，又给钱了。这颜色看着就开心啊！已经颅内高潮了。做牛杂真的好辛苦啊！你做新鲜牛杂仲辛苦。牛杂选手的心声啊！所以呢个档口我更加要将佢做好啦，系落特朗普林落嚟嘅念想。大家好啊！据我所知，清远呢边都比较多牛杂选手嘅，咁今日带大家翻拍一档卢志豪嘅清远牛杂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足足开咗20公里嚟到呢个叫做咩镇啊？清远嘅玄潭镇啊！网友极力同我哋讲系专门为我哋量身订造一个口味嘅牛杂选手。咁就睇下佢今日呢一间牛杂究竟有几咸。又系呢个熟悉闪住嘅两个牛杂字。到啦！特登仔叫咩酱啊？色水过关先啊！系色水过关。系食啲咩啊？靓仔。多啲啦！哇！这个就无敌啦！这个我们直接入菜，我哋唔使拆签啊，姐姐。唔使啊。系啊，直接攞住个签嚟食嘅，我哋今次要豆腐。要啊！一人一串先，三串。要腌佢嘅汤底咁啊！哇！呢个系牛肚、牛肠、牛肚三串，牛肠三串。我哋做新鲜牛杂。哇！这浓稠度。牛肠要唔要啊？肯定必须要啦。要肥啲啊，瘦啲啊。牛肠咧，肥都得。肥得。因为我哋做新鲜牛杂好比较肥啊，肠啊。正啦，新鲜牛杂必须。几钱一串啊？牛肚$5，牛肠$4，牛筋、牛腩$6，牛百叶$9。牛筋都要啦，牛筋三串。我哋份量比较足啲啦。牛百叶要唔要啊？我哋要牛磅先，先睇下牛磅先，我哋。哇！俾你睇下呢度啲汤汁。要几钱啊？这颜色看着就开心啊！已经颅内高潮了。牛百叶都夹啲啦，嗬。三串都有。好。要唔要六面啊？六面唔使啦，唔食主食，今日主要食牛杂，主要任务。仲有冇咩未点到啊？牛腩、牛白腩嚟嘅。唔使啦，差唔多啦，应该点晒啦，系嘛？呢度咧？呢度一般嚟斋为主。鱼蛋、牛丸，各一串咯。萝卜要唔要？萝卜都当半个菜咯。系啊，萝卜都要。唔使拆签啊！肉丸拆咗佢咯。唔使噶啦，我哋中意攞住嚟食噶。我唔系督翻佢啊。又咁又唔使咁讲究。服务为重啊！正啊，呢个姐姐服务为重又靓嘅呀。酱汁使唔使？最关键嚟。我哋嘅辣椒酱唔同噶喎。有咩？牛筋、牛腩要不要？不要，我那不行，我塞牙。哦，塞牙。我的牙。牙不好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也差不多了。即系辣椒酱系自己调嘅，系我哋都唔同。呢只系辣椒酱，就依只。好辣嘅，我哋呢个。OK， 哇，咁快就搞掂啦！今天这期纯看画面，没有任何台词。好啦，咁咪快啲试俾一次啦。好久没撸串吃了，叫咗个牛杂全餐，咁我哋就睇下都有啲咩部位。我也很久没试过做这个动作啦。牛筋一串里面系有四大粒嘅牛磅啊，我哋最爱嘅牛磅，所以我看着它已经是吸满了刚刚那里的精华了。呢个系牛百叶，我觉得这个很爽，今天。对，这个已经是全加瓜汁，呢个绝对系非常之爽口嘅。然后它一串挤满了，这一串牛百叶，串满一串嘅肠，一串里面有六粒肠，牛肚又系依然有六粒嘅。食呢种酱汁牛杂唔可以缺少嘅吸汁豆腐、牛肉丸、鱼蛋、一份萝卜，又系我呢个熟悉嘅补答啦。嚟，最重要嘅补答留俾你啊！哇！画龙点睛，一个没辣椒酱啊，西红辣椒酱。OK， 行，绝配。今天这个水也不要抢，水也不要少，干杯！对，继续吸埋呢个灵魂汤汁。今日呢一餐牛杂，我揾翻喺广州嘅感觉啊，所以说味道也是有记忆的。我觉得这个会厉害很多，这个绝对贼脆。哎，挂汁的我已经看到了。你先要辣椒，咪叫个麻椒。牛磅可以啊，牛磅仔，试下佢个牛肠，试下佢个辣椒酱系几辣啊！老板娘强调佢呢度嘅辣椒酱秘制同人哋唔同嘅，牛肉丸我嘅过量辣椒酱，留着还是得撸着吃爽。鱼蛋，满满一串牛百叶，这牛百叶很爽脆，怎么少得了这个锡汁豆泡啊？放在这里好好洗个澡，喷出来 ，OK nice， 来。首先，每人应该是吃七串的。哎，你怎么六串？偷偷啊，完成任务。牛杂还是得撸着吃得劲。今日呢一餐牛杂呢，真系完完全全可以揾翻我哋当时喺广州喺个街边度食嘅嗰种感觉。今天就是野青回，真的找回当初的感觉，而且炫得很快哦。今天应该一个小时都没有啊。很快，哪有半小时都没有？来，大家看看多少钱？$106。冇计少啊？冇。我哋牛杂份量唔系平亦都唔系贵，喺中间。这个唔够钱俾啊？
得得得，你睇下咪我系你。我睇下咪先咁，又检查下先。我冇呃你啊，我今日先喺上边三点零钟仲睇住你嘅视频。诶系啊，睇下有冇点赞先。我有睇，但系我唔系睇睇一点。哦，唔紧要，即系有啲拍得唔系几好嘅就唔使。唔系太忙啊，你知做牛杂真系好辛苦，做新鲜牛杂仲真。牛杂选手嘅心声啊，做牛杂真系好辛苦，自己早上起床去清远嗰个翻。唔係個個早到，即係我咁細個跟住老豆做，所以呢個檔口我更加要將佢做好嚟，係落到冇淪落嚟啊！練上唔敢做假，堅持好你呢個原則，一直堅持呢個味道，定可以揾少啲錢都冇將品質做差。真係可以噶啦，我覺得係喺我呢度過關嘅。多謝。OK， 走啦，真係要走啦，拜拜。好啦，咁就我都估唔到，我哋一入到去咧，老板娘就直接认得出我哋啦，所以佢真係非常之热情同埋非常之紧张。老板娘都话做牛杂其实真係好辛苦嘅，好唔容易嘅，希望佢可以继续坚持落去做更好嘅牛杂。咁我哋今期野千禧的一千鸟杂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